本威力的车顶找到疑似熊海林落尸的凶刀，请你配合协助调查。我不要！这下真完了吼！我要调阅野秋客这案件相关的证物。感谢江红姐，请你来关注这案件。我一定要你，我要反目成仇。现在最重要就是把我妈对我们的记忆找回来。不对，我明白漂漂的大部分记忆让别人恢复对我的记忆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好好听。江红姐，我叫你们再靠近到的人，你听没信？对吧，你要是再看动手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不要反目成仇。你最近是不是在办一个叶秋客的案件？江红姐根本就挑过伊，是要引起我，还有阮妈的冲突。我警告你，是好离阮妈较远的，还有下个案件，哪个想要叫阮妈替你管束？我要调阅迄案件的资料，还有相关的证物。我是烦恼讲你落去，阮妈会放你。你资料唔肯我看，就表示讲你心内有鬼啦。我自然就有办法对付你。我即马上烦恼的是你啦，做着老母甲恁母仔囝哦，歹面相看，迄个足残忍嘛咧。江宏杰话袂当信。伊就是凶手啊！看起来你真正要诬赖江先生，让伊去坐监啊！安尼我就先让你无头路。方信宇小姐，我这就散布举报，为你的车顶找到疑似熊海林落尸的凶刀，我警方有权利强制你配合。我才不要！滚！陆少安，你方信宇，我今晚以袭警现行犯，赶快呀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只要你妈吼，那无后记的啊！江宏杰绝对一直甲你用啊！即摆上重要，就是甲阮妈对咱的距离找倒来，安尼才有法度完全解决。我少你回忆一下啦，咱少年的时阵谈论代志，我唔信讲你会放袂记的。想起来吼。